只要找到就好。你们有人敢吃？有洗发的一样，一样。我洗洗，我洗洗，你那水给我洗洗。好，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了。但是奉送你一道。现抓现吃的，我跟你讲了，你来帮他吃，帮他吃树虫就没代表来过巴拉旺啦。没有了，是弟弟河流，弟弟河流。我要示范吃一次给大家看。不过哦，就是如果你要来吃的话，要必须处理过。我是有当地人陪伴的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鲜？鲜甜？鲜甜，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，不吃起来什么味道？你跟大家形容一下。它其实吃起来就像海鲜一样啊，算是好吃的。但是进去的时候它还在蠕动，它那个感觉有点怕怕的。呀！我帮你亲一下。嗯。店员来到这里，我一定要。你要抓牙那里。不能这地方不要吃。一定要弄。那这个，它这里面这个啊是木屑，所以它吃起来反而会有胡椒粉。很脆，吸进去，吸进去，咬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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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没有你仔细品尝它的味道，咬，品尝它的味道。是海鲜，是海鲜，水，加水，加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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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海鲜？水。怎么感觉？这个是人家这里的营养圣品，对，那么辛苦才找到，我们要好好珍惜食物。不用啊，你冰棍很好啦，不用顾了。好啦，可以那个吃下去有尿味吗？这个都蟑螂啊，蟑螂帮补一下。最近呢？不是水吗？好补啊，水啊，这边下面有点水啊，快点喝下面的水，我们五个人都要吃完才有。好臭哦！哇！人家味道怎样？真的闻得到，我的妈呀！还自己煮哟，还自己煮呀！哦，啊哈！护他们，护他们，护雷！好了，尿味好重哦！好，下一个，的味道。我现在一点点都不觉得，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哎。精神好好。留在嘴巴。该谁？你也来这一套。哎，真的吗？你们两个不好吧？把他们两个都定型了。啊，定型了，定型了。我为你们祝福的，我要吐了，可以不要这样啊，乖哦。哎，他屎都吃过，他还怕臭？对呀，这是尿哎。我没有，他就这样子，要尿尿，顾忌的尿。